生病前跟生病以后，感觉就是说以前做的太少，啊，现在来做的话，已经心有余力不足。啊，希望各位师姐不要像我一样，多重视身体，多保护身体。这个也是肝的药，去年啊我就胃出血，那时候是死亡中救出来。现在我的身体慢慢在复原中，我不能因为我生病走不出来。师兄师姐八十几岁的人都喊着做环保，我才六十几岁，为什么不能做？能够平安就要把握当下，分秒不空过。不管是什么请物，凡是有请物下来，我都要去承担，多做多得。懂了没有？哦，这个不是放在我这边，这个放在另外一个塑胶袋，这个是专门是报纸方面。做环保很好，对自己身体也健康。我要走出来，来弥补以前没有做的，才算人生。做瓷器让我最快乐的是做环保，从分类开始学习，垃圾变黄金，黄金被清理，保护地球，空气会越来越好。